汪子涵台北报道，因创作母系社会一曲受天后阿妹青睐的歌手严帝飞近来推新专辑《月半女神》，同名主打单曲《月半女神》唱出自身经历，透露念书时曾因胖胖的身形被同学取笑，还被取了妈妈方的超号，连老师都跟着这样叫，让他内心很受伤。而最新主打歌《一碗粥》灵感则是来自严帝飞的坎坷人生。他从小家道中落，母亲患有精神疾病，父亲又骤然离世。某次父亲用救济的白米煮了一锅粥给他和阿嬷，自己却吃圣爷的汤汤水水。大学时还曾只花5块钱买白板，配入自助餐的免费热糖果腹，外加母亲的精神状况，让他一度想逃离家中。不过父亲的走逝让他开始懂得珍惜身边的人，并坦然面对生活的困境。严帝飞当过美食编辑，开过小咖啡店，也开始认真自学音乐创作。当天后阿妹选上他所创作的《母系社会》，让他更确定自己未来要走的就是音乐这条路。严帝飞近来推新专辑《月半女神》，风华唱片提供严帝飞在新歌《一碗粥》自己悲惨身世。风华唱片提供